让大家久等了，大家等的是奥运冠军，大家等待的是乒乓健儿。一会儿他们集体登场，然后大家把掌声都准备好，但是已经有一位登场了，他的名叫丁宁，我听听五千人鼓掌是什么样。来，不对，这五百人在鼓掌，这不是五千人鼓掌。来，我五千人鼓掌，三二一。好，谢谢大家，特别高兴能丁宁来到现场，让丁宁的声音在这个体育馆是第一次响起吗？应该是第一次。来，听听掌声，打球世界第一的丁宁的声音。来，安静，听听丁宁的声音。现场的观众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交大，你们觉得开心吗？林宇春演唱会是这么说的吗？如果今天的镜头不是特别近，如果大家能看到特写的话，一定觉得奥运冠军林宇春长得像奥运冠军。特别高兴能跟乒乓球队一起来到这样一所拥有光荣传统的学校。今天上午跟乒乓球队跟丁宁我们一起看了校史展，特别错愕，这是一所有着117年历史的学校，这是一个上上世纪的末就已经开始举办运动会的学校，这是90年前为上海滩贡献第一场正式乒乓球比赛的学校，因此我们特别有必要用掌声为自己的学校献上一份挚爱和感激，谢谢大家。没错，我们知道1896年是第一届奥运会办的日子，同时1896年我们交大也是我们的建校之日，当时我们是南洋公学，这两个相同的日子，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似乎也在昭示着什么，我们交大的办学之初的理念是否就与体育自初就有着别样的联系。那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乒乓球队和我们交大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0位乒乓球队的学员进入交大学习。现场已经有些失控了，肯定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乒乓球队的队员们到场了，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很精细的现场的出场环节。当然了，今天还有一位贵宾，是中国的高度，是中国篮球的高度，也是上海的高度，一会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目睹他的风采。既然我看大家已经目光在，我们也站到这边才能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我们主要是这个角度能看到那边发生什么。在等待着嘉宾的出场，那我们是不是让现场奏响拉德兹基，让今天的贵宾一部分贵宾先登场。是你们的同学，是你们的校友。姚学长，姚学长好。当然这里也有学校的，也有中国乒乓球队的各位主帅，也有为中国乒乓球发展做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人士，请他们登台。请大家落座。我们看到在主席台上已经有几位领导嘉宾已经落座了，我们为大家隆重介绍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群主任刘晓农先生，欢迎刘主任。
我们介绍中国乒乓球队领队王彪先生，欢迎。我们介绍曾经的中国乒乓球女队的总教练功勋卓著，现在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石志浩先生，欢迎。下面先介绍学校老师吧，最后再介绍我们同学好吗？先介绍老师。嗯，先介绍老师啊。那今天出席我们活动的学校老师有校党委副书记张安胜，体育系主任毛丽娟，体育系党总支书记于朝阳，还有我们的国际乒联总裁判长孙麒麟老师，您好。同时我们介绍也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乃至世界乒乓球的骄傲，红双喜集团的娄志和娄总，欢迎娄总。这是中国乒乓球的第一品牌，世界乒乓球的第一品牌。同时我们介绍我们上海交大的副校长林中钦，欢迎林校长。林校长也是专家型的领导，973的学者，也是杰出青年，今天高朋满座，学校领导给我们大力的支持。今天大家期盼已久的当然会有乒乓球队，介绍各位老师之后，介绍一下我们的学生，介绍交大的学生，永远的学生姚明，欢迎姚明。这个时候学生和学校相互呼应，相互成就。今天的主角是世界上能把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一些人，而且他们也是这个国家体育荣耀的一部分，也是交大的学生当中的一部分，也是交大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是男女组合共同出场，今天跟我担任现场主持的另外一位是丁宁，丁宁介绍女队员，我介绍男队员，然后他们分别出场，争取能够按照他们最擅长的脚步登到舞台之上亮个相，一个崭新的一轮出场方式跟各位打招呼。先从女队第一位介绍开始，掌声欢迎丁宁开始介绍女队。接下来有请世界冠军范英入场。欢迎男队陈启出场，欢迎陈启。呵，尖叫声不断，来范英稍等一下，陈启来。接下来有请世界冠军武阳。两个人相向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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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并肩再向前走一步，再向前走一步。哎，好。接下来有请世界冠军武阳。有请世界冠军王浩出场。掌声欢呼声响了一遍，好，两个人相向而行，哎，得有并肩的过程，得有并肩的过程，两个人你来，两个人你有点相遇的感觉，来，相遇感觉站在他们旁边，有点相遇的感觉，对，你站在旁边，对，站在旁边，好。接下来世界冠军刘诗雯，有请奥运冠军马林出场，马林出场。哎，有，一定要相向而行，相向而行，而且两人相遇，两人相遇。接下来有请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的队长郭岩，有请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王丽琴出场。下面有请女队第五位队员丁宁出场，有请马龙出场。好，你看马龙多么主
动找到丁宁，一定要相遇的感觉。下面我们掌声请出中国男子乒乓球的第四个大满贯，他的名字叫张继鹏，欢迎。原本安排张继科跟女子大满贯李晓霞一块出场，但李晓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飞机空中管制，目前不知道是在机场还是在飞机上还是在机场，所以只能让张继科一个人出场。下面我们欢迎中国乒乓球队的统帅部出场，首先请出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兼男队主教练刘国梁。请出中国乒乓球队领队王彪登场，请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孔令辉。这个合影非常难得，因为今天的环境极其特殊，请大家可以再紧密一点。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第三次创业，又一次热爱在一起的一个历史性场景。好，现场的拉兹基进行曲可以结束了，正好趁着现场各位大家都是起立，我们用一种最特殊的方式，用这种方式也能够铭记国球荣耀，也能回忆起每一个中国乒乓球队带给我们的历史时刻，那就是奏响国歌。这时候所有50年间中国乒乓球带给我们的一切萦绕在我们的胸怀之中，让歌声飘扬起来。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又一个国球荣耀时刻，国歌之后自然会有如雷般的掌声响起，谢谢大家。也请我们的乒乓球队员享受这一切，这是你们辛苦所得。好，运动员可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热身，也请各位教练领队落座，我们准备先开始我们今天现场活动第一环节。大家看到现场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这是中国乒乓球队过往历史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我们下面请出今天活动的东道主，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中钦先生为我们致辞，欢迎林校长。有请。他怎么走了？然后你下面介绍那个刘晓霞。是，我说你怎么走了？你别走，你别走，你得有主动的。尊敬的国家羽乒中心刘晓霞主任，尊敬的国家乒乓球队刘国梁总教练。他不仅强国队，交大体育增强主任刘晓霞做主旨演讲，掌声有请。这个不行啊！上海交大的老师们、同学们，你们好。排数是排在第二，
很多人会说，乒乓球这样一个充满着历史责任和历史实现的国球，为什么还会有第三次创业？这个队为什么会让运动员跟他的热爱者如此之近的接触？这一切都是运动寻求新生的开始。可能丁宁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很多工作。今天我们的现场除了有大家期待的球技表演和比赛之外，最开始我们将请各位的嘉宾领导就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就第三次创业展开一定的演说，展开一定的交流。在这个之前，我想先问问我们来自学校的主持人，交通大学乒乓球是特色，对，同学们打乒乓球的很多吗？很多很多哈。而且我们学校乒乓球队在很多比赛上都获得很好的成绩。好，我们现场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打过乒乓球的请鼓掌。好，安静安静安静。好，一周打一次的请鼓掌。好，每天都打的请鼓掌。哎呦，这来的是上海交大乒乓球队的同学们是吧？这个普及率挺高的。另外一个做个调查，因为我今天在路上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现在在大学当中啊，女同学少，男同学多。我先做个调查，女同学请鼓掌。好，那就不用再鼓了是吧？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男女比例的情况下，其实女孩子参加乒乓球也是个很好的选择。来，丁宁告诉他们，女孩子打乒乓球能更聪明更漂亮吗？必须能。必须能哈。而且可以很好的保持身材。对，作为奥运冠军来讲，乒乓球的魅力可能理解会有很多，一会儿你再慢慢讲。我们请台上的诸位给我们做一个精彩的演讲与表述。首先我们先请总教练刘国梁，也是各位的学长，来表达一下乒乓球这样一个优势明显的项目怎么会提出第三次创业。你像足球很难，从来没提过这事儿，这是为什么？来，有请国梁。刚才斌老师已经说了，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悠久历史，包括作为国球，我们身上承载的这个责任，我觉得也是一种骄傲。这么多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我想在中国体育界是吧，能够长期称霸，是吧，能够这么让国人骄傲和自信的项目，乒乓球当属其中之一。是吧？但是仅仅在球场上取得成绩，并不是我们的是吧唯一目标。所以我们在这个去年伦敦包揽四金之后，是吧？蔡局长提出了三次创业，三次创业里边包含了很多概念，就是对项目的认识，对项目的推广，推广到全世界，包括让我们国内推广里，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同时也是塑造我们这些奥运冠军。综合素质培养能够让他们成为在社会上，在社会各界能够做出自己卓越的贡献，不光是体现在乒乓球台拿起球板只会打一个小球，这个可能是我们全方面要培养的这个人才相结合。国梁说的很简洁。我带各位同学们问两个跟交大有关系的，这个也跟你的学有关系哈。在交大一直读书，哪门功课最喜欢听啊？我在交大一直读，也是现在还在读，所以我也是属于交大的一份子。特别是当我退役下来之后，开始转教练，包括当了男队主教练，在今年又当上了总教练。我觉得这也是跟交大的学习和进步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对。没有交大的严格要求，我们拿不了那么多奥运冠军是吧？最喜欢哪门功课？最喜欢哪门？最喜欢，因为这么多老师导师都在。你还有这顾虑哈？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老师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教过城市经济学的啊，那个老师我忘了是谁了啊。你最擅长哪门功课？最擅长，我想还是在于这个，一个主要学的是管理。但是这些老师不光教我怎么在企业管理，是吧？又结合球队的现状去进行一些管理，包括一些心理学。这心理学是吧？怎么运用到球队，特别在世界大赛上，我觉得起到了很多的这个
实际和理论的相结合。这个国联客气了，其实我一直建议他未来能够设一门功课，体育领导力，因为所有在世界体坛上卓有成就的教练员，他们的领导力和实现力都非常强。我们期待着未来有一天，上海交通大学有一门专门的功课叫体育领导力，甚至就叫领导力，由刘国梁为大家讲。我们鼓励他这一天早一点到来。好，谢谢国梁，谢谢谢谢。说到交通大学，同学们都了解乒乓球，为了今天的这个高端论坛和今天的表演，他们做了一个两三分钟的视频，大家向我背后的大屏幕投向目光，这是我们学生真正的作品。来，三二一。这是主持人的问题，因为本来在应该在刘国梁前面播这个视频的，我们再试一下啊，五四三二一。啊，后台肯定是在痛切的骂这个主持人，也不说好，来了哈，来了，好，我们一起看。对啊，我想不起来了。啊，刘国梁，然后马林，然后还有王力勤、马龙、王浩、许昕、陈奇，好帅。就刘张继科，然后以前打的时候特别喜欢，以前我打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王力勤。王浩，小明啊。我也王楠吧。嗯，赵霞、郭烨、张一鸣、王楠。张一鸣。还有吗？那个王楠。对啊。知道的女队员有刘诗雯、郭烨跟吴洋。运动员。第一名有李晓丹。把姚明跟那个我们当时冠军的聊聊来了，大家都很兴奋。可是我没抢到票哎！你们都超厉害的，我也好想学乒乓球。他说，他们在我心里真是神一般的人物啊，每次都是各种冠军。希望能把这种精神给交大的同学吧。就这样，啊，祝你们打出越来越好的成绩。祝你们在以后的乒乓球道上越走越远，夺得更好的成绩。国乒队员们，欢迎来到交大。国乒这么厉害的话，顺便教教这种踢足球的人吧。王浩，你一定能在下届奥运会得到冠军，不要放弃，加油！国乒队员，你们太棒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祝你们再创辉煌！王丽琴，我是你的同班同学，我们都很想念你，你什么时候来上课啊？我们国乒就是永远站在世界最高峰。就希望国乒运动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马丽，我好爱你啊。근데는내리듯지나지않았니好，那个这是经过编辑版的，据说采访特别丰富，谈的话题很这个多样，比如这是催促王主任回来上课的，是吧？王立勤现在是王主任，说我是你同学，特别想念你，也有祝这个王立勤和孔令辉人生幸福的，全有，都有，确实有，没播出来啊，没播出来，这个还是学校把了一下关，说这样还是今天主要谈乒乓球为好啊。来，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下面我们论坛另外一个主持人丁宁有问题问姚明，大家安静啊，听听奥运冠军问姚明都问些什么。姚明哥哥，我想问一下你作为交大的这个学生也是校友，然后我想问问你自己对体教结合这块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这是问题之一啊，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非常之礼节，姚明认为回答问题一定要站起来，来，
请姚明来。因为我感觉体教结合这个词其实大家已经听了很久了。首先我感觉当我们提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发现一件非比较可悲的事儿，因为体和教已经被分开了，所以我们要去提这个词，体教结合。实际上我认为体育是教育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小的受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劳，那很自然的，体育它是教育中的很重要的组成的一部分。它是通过体育运动这样一个游戏去给大家一种体验，去体验中的体验比赛中的各种乐趣，包括一些挫折。因为虽然你成为奥运冠军，但有多少人败在你的手下，但那些人是怎样去面对这些挫折的？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当你们踏上社会的时候，也会去面对这些挫折。那在我们在体育比赛中，如果我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去提前去面对，就是说有很多的人都很喜欢，然后也想希望您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借鉴给予乒乓球。你们第三次创业，你们是想拿宇宙第一吗？这话可以再说一遍，因为这个姚明其实也在调侃，就是你们拿宇宙第一，因为你是世界第一了，是吧？你们到底，但是只有你的决心可以。我说对我们运动员来讲，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在座都是精英，那么我们也从你们的身上能够看到、学到，许多的好的这种积极的、阳光的、未来的很多的好的一些东西。那么包括我们也会今后到一些其他的企业厂矿，我们也要去走出去，不仅仅是我们是推广乒乓球，我想更多的包括乒乓球，我们运动员的产生平时的那种精神，那种怎么去刻苦训练，同时我们也能学到其他各行各业的这些精英们。就像我们今天上午去参观了钱学森钱老的这个图书馆，给我们很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一种民族感，这个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好，谢谢黄领队，也希望乒乓球队不仅是比赛，不仅是冠军，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中国人对未来生活、未来梦想的选择。我们看到坐在舞台的最边上一侧的娄世和先生是红双喜的老总，这红双喜就是中国乒乓球荣耀的起点的见证者。我身边的这个丁宁也是跟乒乓球荣耀一道成长，甚至已经成为这个红双喜品牌的一部分了。他也是其实出现在广告中，出现在个人广告当中。这是企业家和运动的践行者走到一起。来，您问问这个娄总。我觉得因为红双喜集团一直给予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在哪个方面，而且对于乒乓球来讲，可能现在所有的一些器材、球台，包括很多的东西都是由红双喜来提供的，所以也想请您借此机会向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吧。对，其实丁宁的话说太长，就一句话，最近生意好吗？其实他就想问这个，最近这几年呢得到了非常，谢谢您，谢谢您。那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这非常专业。大家和我很一样，就是非常喜欢看我们女乒打乒乓球赛。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女队总教练孔令辉，那我们这次也知道有一些女队在裙装在衣服上有一些改变，变成了一个裙装，那您觉得这样的改变对女乒的训练有什么难度吗？这非常专业的问题啊，这非常专业，这看出了焦大热爱乒乓球。我们在8月份有一个比赛，采用那个裙装那个去参与这个比赛，应该说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观众很喜欢，有的观众可能认为这个穿裙装可能在比赛里面会有一些有可能会走光的现象。但是这个李宁公司已经给他们今年全部量身定做了，所以我们明年的比赛全部要采用裙装，有连体的，有分体的，应该说都结合每个运动员的这个三维比例，给他们设计到最好的这个效果。希望明年能够有不同的感受给大家。完了，在这里我再次感谢交大的领导和交大的同学们关心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是这意思，我们不是这意思。虽然我比王立勤年长几岁，但是我希望我能在他之前能够找到我的另一半，谢谢。对，我们王立勤呢？王立勤在热身哈。一会儿聊，这是一会儿聊这问题。对，我们非常专业的问题，这都是。是，我们也送上交大学子最真诚的祝福。
那当然呢，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的孔教练，就是我们前面谈到了国乒的三次创业，那您觉得女乒能在接下来有怎样的突破，怎样让乒乓球变得更有魅力呢？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可能在着装上有一些改变，可能我们在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尤其是在我们队内的一些比赛，可能要采取一些新的机制，包括我们今年年初上半年的时候也去女子特警队去学习女特警的这些艰苦训练的作风，而且去了一些学校来逐步的推广乒乓球，因为现在在国内可能打乒乓球的女孩相对要比男孩要少一点，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我们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推广活动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年轻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喜欢乒乓球。嗯，非常感谢您，我们也希望以后我们的乒乓球课能够有幸请你们来指导我们。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在我身边的孙启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体委副主任，那我们接下来请孙教授谈谈您觉得在交大体教结合您有怎样的感受。我今天非常激动，我八岁开始打乒乓球，打了56年，我25岁进交通大学当教师，今年是第40个年头。谢谢谢谢孙老师，教书育人。交通大学的乒乓球从80年代开始，我们在全中国最早提出了体教结合的口号，那个今天在座的国际乒联副主席、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世界冠军那个施志浩和曹艳华80年代就进了交通大学，到现在为止刘国梁、秦志杰那个许中间来提高乒乓球场，那个今天的出场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乒乓球，热爱乒乓球。来，其实这两位都是中国体育界当中影响至深的人。1996年的时候，刘国梁拿到了自己的奥运会的男单冠军。来，刘国梁，你是建议他横握是直握呀？我觉得他还是横握吧，因为他手可能比我手大一点。他比你手大多了。你来，这个对姚明来讲，这乒乓球是几乎是第一次这样的乒乓球经历吗？小学时候打过，但是20多年前。看来乒乓球基础不错，小时候打过。我建议这样，我们今天的开球仪式可以是多样性，但是呢，姚明很久很久都没有打过了。我建议国梁，你先把球接过来，你先发给姚明，给他做个示范。这个发球怎么发？姚明可以接，也可以不接，狠狠的抽杀一板也可以，好吧？来，可以，相当可以，是吧？练晚了，练晚了，还有，哎，开始，姚明开始加上旋转了，而且是打刘导全台，对。哎呦，很有落点意识。扣一个是吧？现场说扣一个啊。好，这个看，其实中国人的乒乓基础都不错，我们的篮球巨星也有基础。来，你别老发球了，来，这样，姚明发一个，好吧？高点啊！桌子对我来说不太公平。就是桌子再高点。这怎么办？这个楼总，下次给姚明定一个这个，这高度是多？这高度是70公分有吗？还是多少公分？50几公分？60公分？那边有一2米的是吧？原来啊，南斯拉夫这球队里边有一个2米02的一个运动员，这球也打得非常好。其实姚明打过来球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他的回球非常高，非常长。如果要是职业运动员的话，那2米02那个运动员我打过，就感觉和别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过来的球都是往上顶。对，来，姚明让他知道知道知道厉害。来，这个球台虽然不够，来，高喊着杀他。哦，来，这样，国梁给丁宁一个给丁宁一个机会，我们让现役的世界冠军来跟姚明切磋一下，好吗？来，
这个哟，你这拍子不合适哈。没关系。没关系哈，来。我是说呢，扣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不同的解释。哦，扣是不同的解释，这是扣杀，他们是扣篮，对吧？来，那个丁丁，你愿意跟这个姚明打球，你愿意交给他什么？都可以，看他，我觉得应该教他打会扣球。如果说扣球啊，姚明少练两天就比我们任何人扣得高，绝对能扣出挡板之外，是吧？来，切磋一下，来，嗯。姚明打的还是传统的中国直板打法，是吧？对，这个跟总教练风格一致啊。虽说在美国这个打球，但是心里还是对中国的传统，不忘本，不忘本，不忘本。对，哦，好，我们谢谢姚明啊，谢谢，谢谢，谢谢。确实，姚明用自己的实际努力，帮助中国乒乓球能够有更多人的热爱这项运动，激发人对运动的热爱非常重要。来，三个人做一个合影吧，来对着我们的记者来做个合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今天乒乓球的主题更加鲜明，这是一项有魅力的美丽的运动。身高虽有差别，运动热爱是一致的，对运动理解是没有差别的。好，谢谢三位，尤其谢谢姚明，谢谢姚明，掌声感谢姚明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做出的这样的表率，激发每个人的运动的热情是一个运动人的必然使命。好，国良怎么样，给大家介绍后面怎么安排。非常感谢姚明能够今天来这儿跟我们互动，而且能够上手打乒乓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姚明打球，今天姚明都打球了，希望明天看到我们的学生明天开始动起来。嗯，好，刚才我不知道体育馆里有没有响起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召唤英雄的主题曲。国良在96年时候实现自己奥运金牌的这个梦想，96年奥运会的意义价值很大。今天，哎呦，这些记者们都奔了姚明了啊！没关系，他们先采访的，我们继续羽毛乒乓球的话题。今天也是个召唤英雄的过程，所有乒乓球队的队员来到这里，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比赛环节。第一个是表演自己的基本功是否扎实，国良说说，这个如果就基本功来讲，中国人世界上最好的吧？哦，这慢慢的这音乐铺陈着，没关系，这个音乐国良很熟悉。嗯，基本功啊，我想是任何一个体育运动的最基础的东西，所以基本功是非常关键的。乒乓球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有很深的基本功做出一个铺垫的，也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好，第二个项目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项目，男女队之间的对抗，这个看点在哪儿？刚才毕老师说一个基本功，其实我们还有第二个这个表演内容，就是花式表演。花式表演呢是体现我们这个运动员的一个想象力和创造力和一个更加高难度的比赛。最后有一个男女队的小球台的对抗。好，姚明正在离开球场，我们掌声欢送姚明，谢谢今天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谢谢姚明。好，那我们下面开始今天首先是基本功的表演。我们看看这个，来，陈雨林给我们介绍。让我们请出评审团。评审团应该由9位组成，中国乒乓球队的4位教练，加上我们交通大学的5位老师。那在这间隙正好提醒大家，我相信大家一定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国乒选手，所以现在请各位拿出白纸，然后在上面把自己的问题写在上面，最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收集。提醒大家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写上自己的姓名、学院，待会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好，现在正好伴随着召唤音乐，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刚才在介�绍运动员的时候，有3位运动员因为班机的问题没有及时到场，他们3位都来了。我们先介绍第一位，也是我们交通大学的同学，也是我们上海乒乓球的名将，国家队员，有请尚坤出场，欢迎尚坤。
欢迎尚坤来到这里跟大家见个面。可能平时大家在上海队比赛当中，这是上海队的主力，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第一次来这个闵行校区吧，因为之前我们在徐汇那边，所以很开心。好，欢迎尚坤。我们下面介绍同样是上海队的青年才俊，也是世界冠军，刚刚从瑞典公开赛归来的，欢迎许昕。欢迎许昕，这一路从瑞典赶过来，多长时间没睡觉了？我飞机上一直睡不着吧。差不多15-16个小时。今天赶回来跟交大的同学们打声招呼，问个好。亲爱的交大的校友们，也是我的师哥师弟们，大家好，我是乒乓球队许昕。欢迎许昕。也希望许昕多回来上课，多读书，读书一定让你能够进步很多。下面介绍一位，因为这一位是今天还在厦门在接受培训，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培训，他的名字叫李晓霞，欢迎大满贯得主登场。欢迎晓霞。欢迎，辛苦。今天从厦门一路赶来，交大以前来过吗？第一次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你刚才因为班机的问题稍稍迟到了，问候一下大家。交大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李晓霞。欢迎李晓霞，支持李晓霞。这三位是刚刚赶来，他们非常辛苦。好，谢谢大家，可以到后面热身，继续准备我们的比赛。我们看到几位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已经都落位了，这都是我们交大的同学和老师。我们也请出中国乒乓球队的四位评审，请出李晓东指导，请出肖战指导，请出李隼指导，请出刘志祥指导，落位一块儿做我们现场的评审。来，掌声有请。掌声有请。大家可以看这四位的名字，你虽然不熟悉，但平时在场边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中国乒乓球队战斗力的一部分，是中国乒乓球队智慧的一部分。来，请坐在裁判椅上，高高的坐坐于那边。我们现在九位已经落位了，我们将派出中国乒乓球队是三队女运动员，三队男运动员，我们将进行合理的分布。先请国良来告诉我们，给我们发布一下现场首先出场的，是不是应该先女队员先出场，给大家做一个，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基本功的训练对于任何一个运动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你的技战术组合，决定你是否有自信，决定你在场上是否能够游刃有余。你跟谁？我觉得因为男女队各选出三队来，是吧？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女的先打，三队打完男的再打三队，还有一种是一对女的一对男的，大家希望看到哪种方案？第二种那就是一对女的一对男的。对，那就先请女队出场，先请第一对女队。这个小辉给定一下，第一对的女子运动员如果出场的，出谁出场比较好？这个李晓霞来的太突然，一下计划给打变了。来，临时安排一下。这是你和武阳是吧？让丁宁和武阳。来，我们第一的组合是丁宁对武阳，丁宁还没怎么活动呢是吧？是的，不用活动也切他是吧？丁宁其实心里已经活动，嘴也活动了，所以活动就是手没活动。来，赶紧把话筒接过去，丁宁赶紧现场赶紧做个活动，赶紧做个活动。来，回去换一下衣服是吧？回去换一下衣服。这个武阳在哪儿呢？武阳在吗？来，武阳可能也在后面，因为这个小霞到的稍晚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对阵呢，来，国良跟我说说，这个基本功一定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的差别。在你眼中，乒乓球运动员可能像你这个打法最能显现基本功的那个技术细节是什么？说一看，哟，这小伙儿活细啊，
是什么？我觉得最明显看出的就是落点。落点、哦。但是观众最难看出的是旋转。哦，就是落点，就是想打哪儿就能够打哪儿，指哪儿打哪儿。对，打的这个比较刁一点、哦。但是基本功呢，我想更多的就是一个是球的板数不能失误，这是最起码的、哦嗯。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下，那就看谁的球的速度快、嗯、力量大、嗯、和这个发力和这个落点的结合。所以我们这次评委也请出是吧交大的一些专家和我们国家队一些教练，但更多的我想还是取决于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尖叫声，哪个多哪个可能就会获得是吧最受欢迎的。对，这掌声测试的尖叫声还没测试呢、要试试咱们交大同学的尖叫声好吗？三二一，摄像机待会儿这叫吼叫，这叫吼叫，花样会跳出来。再试一下，三二一。哦，个别女同学是尖叫，其他仍然是吼叫。无论尖叫与吼叫，把你心中的想法呼喊出来就可以了。甚至队员没出来，我问一个：男队当中谁的基本功最扎实？男队之中基本功最扎实的，应该进攻来说是王浩。哦。防守来说是王立琴。哦，是王立琴。哦，这个女队还没出来，问女队你判断谁基本功扎实一些？女队基本功扎实的，女队基本功都扎实，都扎实。你看，你看，叫我怎么当总教练呢？是吧？要怎么当总教练呢？这个，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的评审规则吧。来来。我们请刘总教练说一下我们的评审规则。评审规则就是说。我们选的九个评委、评一二三名、评一二三名六对，最后整个数字相加最少的获得最终的冠军。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是吧，昨天晚上专门开会动员了运动员、会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备战今天的表演赛的比赛、所以呢他们到现在还不敢出场。好，哦，李小霞来了，哦，李小霞武阳来了，来来来来来，看来孔日岛又变阵了。对，孔日岛变阵了，又变阵了。丁宁活动了半天，李小霞上场了。来，请。啊，这个在我看到的这个材料里面，我们对基本功的这定义定义了很多。小霞说说，我看好多专有名词啊，就是你们练的基本功，跟大家说说，一会儿别到时候大家看不懂，你们一会儿表演的基本功都有哪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我跟范因为供销嘛，所以我们俩有稳拉稳销，然后有搓攻。如果稳拉稳销，那是搓攻是吗？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我们先稳拉稳销，好吧？先从这儿开始，先热热身，好吧？先热热身。男队一会儿先上的是二王，你们俩先上。你那个掌声不停，他们就不停。我看男女不要那个中间单独来一块儿，我们最后也就走了。对对对，他们这完了就走了。对，准备一下。对，手打式。你看，掌声不热烈，马上就停。十个球，完之后马上停。你试试啊，你只要不停，他们就不停。而且这个随着掌声，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好，行了，这饶了我们运动员吧、啊，因为这个是个热身，因为大家刚刚来。先热身啊！先热身，先热身，先热身。还热啊？还热，还热，还热，还热。对对对。这是稳拉稳消是吧？这是热身。这是热身，不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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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来，这个中国说乒乓球说的最好的就是刘国梁，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刘国梁，好吧？他专业一点吧，专业一点。来，好，现在开始。这个咱们就这是他们的稳拉稳消，这是攻对消最常见的一种训练方式，大家要给他数一下。你说马上压力，马上压力就来了。对，你稍一说就不行。来，从现在开始计数，好吗？现在开始计数啊。开始计数，安静一下，大家可以那个心里默念，我怕影响到他们，好吗？心里默念就好了。二十板以上就算比较成功了。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范英英两个星期没摸球碗了。十七、十八、十九、十八、十七、二十三、二十四。不干扰他们一下，没完没了。对，这是训练的办法之一。这是第一种这个基本功的表演。第二个呢？第二个你们准备是？第二个是什么？小佳，第二个准备。哦，来，那个翻译说说，应该什么？嗯，可以拉，可以搓，可以冲。哦，这个是拿板数来定义是吗？这个主要看。这拿什么？这拿顶指的。这个就我必把他杀死的定义。哦，你必须拿把他杀死才定义哈，你听听，把他杀死来，这个是比较实战的一种打法。哦，这个主要看李晓霞进攻的质量。范英就不怕他发力，你看，少说话，你说话就有问题，你说话就有干扰啊。我们可以看运动员对这个控制是如入化境的感觉，您是什么意思？让记者稍微让开一点是吧？对。哎呦，您那票其实特别好，您那票特好，来。群众提出来咱们就让一下好吗？来，谢谢谢谢谢谢。换一个角度，换个角度，换个角度，行了吗？您觉得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了哈。哎，行，你们俩拉拉反手，别光拉正手。行，有意见您随时提啊，有意见随时提。对，好像范英不会反手消失的。这是范英的打法，他老防哈，得给能给范英机会攻吗？现在玩个消中反攻，配合他是吧？来配合一下，小霞配合看看这个，来让那个范英这个转手为攻，咱也攻攻他，来。对，他说他稍微有点乱，对呀，他说有点乱，因为他刚到，他俩没有商量，没配合。不，让范英转攻，咱轻点，别老发力。对，你不要那个，对。你看，对，这个体育竞赛业也是个体育表演业。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还有下一个科目吗？还有下一个科目吗？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长给定定。这是他们俩先休息啊，还是我们下面再一个科目？对，你们俩还有没有什么绝活没拿出来的？对。你们俩，你们俩下节商量商量吧。下节别好总好好总结一下。好好总结总结，谢谢刚刚到场李晓霞和范英的表现。下面应该是男队了，对吧？来。男队，我来看看男队谁出场比较合适。准备好了。男队该谁出场了？男队该谁出场？二王。二王是吧？来，嘿。来。这是2008年奥运会男双组合，所以从服饰上就非常专业。你看。对，一下非常的登对。来，这个你看他在后面。你可能没听到一个孔令辉说的话，你可能没听到。孔令辉站起来就是说：“谢谢大家对我和王丽琴的那个关心。我虽然比他年长几岁，我一定比他更早的找到幸福的另一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现在不在。来，你回应一下吧。
其实中国乒乓球队一直有光荣的传统，就是说传帮带的作用。从刘导开始，包括孔令导，一直是我学习的方向。无论是从打球，包括全方位吧。所以说现在我跟孔令导也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希望在今后吧，能够把自己的最重要的事情能够完成好。谢谢大家。对，希望大力实现人生的大满贯，希望人生大满贯。这个你是不是也是他的学习榜样？应该我没有，我应该来讲他们都是我们这一批这一代运动员的学习的榜样。因为从无论是从打球上，包括成绩上，包括对队里的这个贡献上，我们这些运动员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对，王浩今年刚当了爸爸，我们掌声祝贺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好，来，两个人热身，开始我们的表演。嗯，热身两个球呢，把女孩把球都拿走了。哦，哎，大力肯定得挑挑球，我估计。开的质量是不一样，听球碗的声音。一个，最后一个啊！又偷练一个。好，现在正式开始了啊！第一个打什么？是啊，这个我觉得运动员先报一下他们打的是什么特点。刚才王浩说了一边一个，这个主要来王浩来演练他的直板横打和正手的结合。开始。好，这就攻防的基本功是非常难的，你看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好，这两个，第二个呢？啊，三点他不会防守啊。我三点我两板先走一个。啊，你进攻啊，下面该王立勤演练的是三点进攻啊。基本上一次算表演成功了，还有什么？啊，换一边，说让你们俩换一边，换一边，换一边，啊、换一边，都想看正面，邓晓看正面，啊，啊。不行，直接对喇叭。这个不一定能成，简单一点，直接中远台对拉，这是比赛当中男子最常见的。嗯，好，谁说的换一边，马上不适应了。
好，加油。小签名球，能抢都让他们赢。好，再来一个。来一个，这个大力兜王浩发力吧，你兜他拉。攻防啊。待会儿他把这球给队员，一会儿你要啊，一会儿大家要让大家往后让，那边全要清场，影响他们的这个表演，人家马上已经开始了。那个有那个签字笔有签字笔。太远了，直接放起来。行了，开始花式表演了。我觉得你先直接转吧，先成功。好，他们现在开始花式了啊，开始自己有创造性的东西了啊。个人感觉王浩扣的稍重了一点，如果再轻一点，让大力在身前，这一下就最关键的一下，最后一次，好，再转一次啊。好球。又是扣中了，不，你要摁着扣，老拍着扣，再给你最后一个球机会，大力换一边，我不动，绕过我转一圈，别打我身上啊，对你轻一点，他好自己使劲。算成功了。哦，可以。你看那后面是支持大力的，拿一球，大力签个名，能打过去吗？来，这个王浩签个名，那是你的支持者，来试试。坐这儿，临危不变。好，谢谢两位，谢谢二哥。我们请王浩留步一下，我这边收到了同学们想要问你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说你觉得打乒乓球会让人变得聪明吗？女队队员上场吧，准备热身，多热几个。你觉得乒乓球会让人变得聪明吗？打球的人本身就非常聪明，所以大家以后都去打乒乓球。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打球时让你最感觉刺激的动作是哪一个？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最擅长得分的一些技术特点，当在比赛当中这个技术特点一旦运用出来得分的时候，可能自己内心就会特别的兴奋，特别激动。好的，非常谢谢你，快去休息一下。好，谢谢王浩。我们女队现在出场的是郭燕和刘诗雯，欢迎两位。
斌老师，你坐这儿让他们转，你敢？我、哦、不行，我这我行啊，我怕我挡着那球啊，我怕。我估计他们也不敢转。来，哎，你别说，这视野挺好哎，这视野非常好。这个热身还给多长时间？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吧，差不多了。那个表演项目是什么呀？来，肖导说说表演项目是什么？你们第一个表演项目是什么？推侧扑吧。推侧扑是吗？哟，这名都听不懂。推侧扑，就是这练的守门员。推挡侧身，推挡侧身，扑正手，再回来，这是难度非常大的，难度最大的一个步法训练。哦，好。看他跑的和打的都要到位。我小时候最怕练这个计划，因为我反手回不来。这一看就是孔令辉教出来的队员。为什么？其实他这个步法呢是极不规范的。哦。因为孔令辉也是扑正手，不会交叉步。哦。刚才交叉了一个吧。对，小岛一边来说我会。这是交叉步，你看会。哎，我给你表，哎，那个正确的，对，跟孔指导不一样的。这孔令，这孔指导人在哪儿了？来。第二个项目什么，郭燕？第二个项目，百速，对，就是不定点的全台的正反手的那个进攻。好，哦，百速，像个药的名字。这个顺便交代一下，我们今天这表演赛啊，以往是球台两侧是对手，这一次是两个人相互成就，其实他们是这一次是队友，这个质量还是非常高。两个人的攻防没有任何的照顾。哦，非常成功。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再创新一个，再创新一个。郭岩，你一直扮演一个教练的陪练动作吗？啊，来，你也得主动一下，你得主动一下。你练个三点吧，简单一点。嗯。他这个比王立新刚才那个步伐要求更高了。一般来说我们一天这个步伐训练是应该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还有什么？差不多了哈，十个球没到就结束了。花式呢？有什么？对，你有想象力的啊？花式都试一下，试一下。换个边说，换个边都想看到正面。换个边也算花式吗？这也算花式，这算花式。这个昨天孔指导就说了，说花式对女孩子来说是最难的，因为他们想都不太敢想。男孩子最喜欢玩的就是花式，不愿意玩基本功。这是最大的区别。怎么样，规划好了？哦，女孩都把时间都用在喝咖啡和练基本功上了，男孩子都是那个平时就是花式打得多一点，是吧？尝试一下，尝试一下，事后证明我们只让黄领队给想想办法。这女队的这个打法我暂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创新来。对，
掰短让你。嗯。使坏就是使坏是吧？嗯。其实女孩子有点放不开，我相信他们的技术其实驾驭这种应该没有问题。嗯。有一点放不开。有点放不开。嗯。是吧？放两个高球吧。男的赶紧准备。啊，放两个高球。你说这不到一百斤的体重扣球扣的真挺狠，谁说不到一百斤？哦，到了，确实不到。啊、嗯，你这球你也成就人，郭艳一下，来成就。